是我们的主，哇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敬拜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敬拜你，这是主啊，我们就在敬拜里来与你相遇，主啊，预备我们的心，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赞美耶稣，主啊，你喜悦我们，主啊，用心里和诚实敬拜你，主啊，我们要说，我们要回转。主啊，像孩子般的单纯，主啊，这样的来敬拜你，渴慕你，主啊，谢谢你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好吧，我们欢喜快乐的来敬拜神，我们一起用第一首诗歌来敬拜，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座位里面站起来，好吧，我们用第一首诗歌来敬拜神，好吧，我们先找五个弟兄姐妹说，我们是耶稣名，耶稣名，是跟随主的人，是顺服主的人，哈利路亚，我们都要成为耶稣名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又再一起来拍掌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我们又在一起敬拜耶稣，欢喜献上自己，曾为心向国际，尽心尽意尽力，一辈子跟随你，我就是耶稣名，顺服主耶稣的人，放下一切重担，背着十字架向前奔跑，我就是耶稣名，跟随主要不过去可能有喜欢的影技歌星吧，哦，可能有过去有偶像啊所崇拜的对象，当你在崇拜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怎样模仿他的发型，甚至他的穿着，哦，甚至喜欢他的歌你都可以把他朗朗上口把他唱出来，那现在呢跟你旁边的人说，我们是耶稣迷，我们是耶稣迷，因此我们一定有什么耶稣的形象，有耶稣的性情，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，跟随主脚步的人，跟你旁边的人 get me by 说我们是耶稣迷，我们再次用这种诗歌喜乐的来唱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是我们我们要跟随的，我们有在一起祭拜耶稣，欢喜美好时光想起，赞美耶稣不停，我要献上自己，曾为心向国际，尽心尽意尽力，一辈子跟随你，我就是耶稣你顺服主耶稣的人，放下一切重担，背着十字架向前奔跑，我就是耶稣迷，跟随主脚步的人向前走，不退后，路的尽头就是神的荣耀，让我们从头再来唱，我们又在一起敬拜耶稣，欢喜光想起，赞美耶稣不停，我要献上自己，成为心向国际，尽心尽意尽力，一辈子跟随你，我就是耶稣名，顺服主耶稣的人，放下一切重担，背着十字架向前奔跑，我就是耶稣你跟随主脚步的人，向前走不退后，路的尽头就是神的荣耀，耶
我是耶稣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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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，是的，我们都是耶稣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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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是。同声来开口祷告，是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欢喜快乐的来跟随神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同声为你自己来开口祷告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主啊，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，主啊，脱弃容易残累我们的罪，主啊，全心忍耐，背着十字架继续向前奔跑，主啊，你允许我们，主啊，世界虽有苦难。但主耶稣你胜过了这世界，主啊，你胜过了这世界，我们要来宣告，主啊，你掌权得胜在我们个人生命的当中，也掌权得胜在教会的当中，主，我们要向世界宣告，主啊，在你的国度里面，主啊，宣告你的国降临，哈利路亚，呼，我们用第二首诗歌来敬拜他，胜利的号角要在教会来吹响，哈利路亚，让我们带着信心，带着信心来唱这首诗歌，我们要向世界宣告，神的国度已经临到，也在你面前我们要向世界宣告，神的国度已经临到，也在你面前匍匐倾倒，我们为你传扬真道，神旨旨旨吹响号角，穿上福音鞋宣告，耶稣是我们依靠，我们信心的前奏，有你甩开烦恼，我们不受阻挠，把难过全忘掉，我们的高声夸耀，犹如喜帖而来的海啸，掀起信心浪涛，吹出胜利号角，高声欢叫，献上最高荣耀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你要迎上来，你要迎上来，用你的口大声的来宣告，用你里面的信心来迎上，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宣告跟祷告，我们再次来，哈利路亚，我们要向世界宣告，神的国度已经临到，我们
烦恼，我们不受阻扰，把难过全忘掉。我们要高声夸耀，犹如西界河来的海啸，掀起七星浪涛，在众神里号叫，掏声欢叫，献上最高荣耀。弟兄，带我们来宣告，姐妹来做宣告的祷告，我们要一起。我们要向世界宣告，是的，主奉耶稣的名，你赐给教会权柄，主啊，是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的能力。是的，我们宣告，不然没有什么能害我们。宣告，你是得胜的君王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永远得胜。我们一起来宣告，耶稣是我们的依靠。耶稣是我们依靠，我们信心的建造，有你才开烦恼，我们不受阻挠，把难过全忘掉。我们要高声夸耀，犹如西界河来的海啸，掀起七星浪涛，对着森林咆哮，高声欢叫，献上最高荣耀。姐妹来，弟兄来做宣告的祷告。我们要向世界宣告，神的国度已经临到，愿在你面前夫妇倾倒，我们为你传扬正道，神奇奇子吹响号角，穿上宣告，耶稣，耶稣是我们依靠，我们信心的建造，有你甩开烦恼，我们不受阻挠，把难过全忘掉。我们要高声夸耀，犹如西界而来的海啸，掀起七星浪涛，对着森林咆哮，高声欢叫。耶稣再次来宣告，耶稣是我们的依靠，耶稣是我们依靠，我们信心的建造，有你甩开烦恼，我们不受阻扰，把难过全忘掉。我们要高声夸耀，犹如西界而来的海啸，掀起七星浪涛，最高声里咆哮，高声欢叫，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呼喊，哈利路亚，就是赞美神，赞美神，高举神，荣耀神的名，在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教会，阿妹们，我们数到三，我们就一起来高喊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耶稣是得胜的君王，我们一起将拍掌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他永远得胜，他永远掌权，他永远作王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是永远得胜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主，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，要奉你的名抓树立得胜的旌旗。主啊，我们要在你面前宣告，是的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当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耶稣，你得胜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。主，你也得胜在我们所有一切的软弱的当中。主啊，你也得胜在我们的困难之上。主啊，因为我们相信你是掌权的神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赞美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。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本乎恩，主啊，也因着信。主啊，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乃是出于神。主啊，因此我们要献上我们极大的感谢。主啊，我们再用第三首诗歌来敬拜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当我们被你得着之后，我们就经历了那奇妙的带领，奇妙的恩典。主啊，谢谢耶稣。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，你可以安静你的心，坐在你的位置上。我们用第三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主耶稣，当我带
天起，我遇见了你。你的手开启我双眼，我看见你的奇妙作为，惊喜生命蜕变的奇迹。主耶稣，你来掌管我，在每个时刻里，我愿更像你。你双手引导我脚步，我走在你美好旨意里，惊讶你的恩典多么不可思议。主耶稣，当我打开我的心，那一点心我遇见了你。你的手开启我双眼，我看见你的奇妙作为，惊喜生命蜕变的奇迹。主耶稣，你来掌管我，在每个时刻里，我愿更像你。你双手引导我脚步，我走在你美好旨意里，惊讶的日子，在世界各地是不是欢腾庆祝？但耶稣的生日即将来到，我在思想一个问题：是耶稣他的生日，我要送耶稣什么样的礼物？在这一次小组的里面，我也跟每一个弟兄姐妹传递，我里面有一个渴望，我希望我们小组的每一个人，不是只是来欢庆过耶稣的生日。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真是能够来体贴耶稣的心，做一件让耶稣感动的事，做一件让耶稣开心的事。因此我挑战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每一个人都要邀一个新朋友，至少一个新朋友来参与我们的，不管是布道会或者是我们的牧区联合的圣诞忏悔。是的，我里面有这样的渴望，好吧，我们一起来做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讨耶稣的欢心吗？你愿意让做一件让耶稣感动的事吗？好吧，我们一起来。什么是让耶稣最开心的事？就是你这个人能够让生命，你的生命可以让神来作王掌权。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可以去体贴耶稣的心。耶稣最在乎的是什么？就是灵魂。好不好，每一个人不是只是来欢庆，不是来这里参加一个聚会而已，而是能够带着一个福音的心智，说是的，我也要在这个当中，我要讨耶稣的开心，我要送耶稣圣诞礼物，我要送他生日礼物。我们一起来做好不好？当我们从头唱之时，我邀请你从你的座位里面站起来，我们一起跟神说，主啊，是的，当我遇见你的那一刻，我就经历了你何等奇妙的恩典，我要成为这样的人，我要成为这样的人，去能够去带领人、祝福人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从头来唱，成为我们的祷告。
主耶稣来，主耶稣，当我打开我的心，那一天起我遇见了你，你的手开启我双眼，我看见你的奇妙作为，惊喜生命蜕变的奇迹。主耶稣啊，主耶稣，你来掌管我，在每个时刻里我愿更想你，你双手引导我脚步，我走在你美好旨意里，惊讶你的恩典多么不可思议。我们一生要来为主心祈，你来塑造我们，使用我
们的月份。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使用我们，使用我们，好不好？再来做一个祷告。教会就是这个地方的希望。五谷因为有五谷礼拜堂而有希望，阿们吗？好不好？我们特别为圣诞节，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，是的，神的家要充满吸引力，我们每一个人要散发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气息。我们为我们在圣诞季节的时候，我们教会所有的所有每一个聚会都有神的荣光，都有吸引力。我们每一个人全心的拥抱，全心的投入，全心的真的去邀请，让五谷这个地方有欢喜的声音。我们同声开口，为我们圣诞季节的每一个聚会同声来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。主啊，你要使用我们的教会，使用我们的教会。主啊，在这个地方发光。主啊，是的，要成为五谷这个社区、五谷这个城市的盼望，成为人因着教会、因着每一个你的儿女可以听见。主啊，有好消息可以听见，有盼望的声音。主啊，可以得见荣光。主啊，可以离开黑暗，可以进入光明。主啊，可以遇见真爱。主啊，这是我们的渴望。主啊，因为我们主啊就是这样被你来吸引的。主啊，我们这个人就是你来拯救的。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你为我们降生。主啊，不只是为我们，也为五谷的每一个人降生。主啊，在纪念你降生的月份，在纪念你降生的季节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恳求使用我们每一个人。主啊，真的成为灯台，成为灯塔，可以照亮祝福我们每一个我们摆上的。主啊，甚至只是教会的布置，主啊，我们手所做的，主啊，我们的餐会，主啊，我们的布道会，主啊，我们儿童的，我们学生的，主啊，我们成人的，我们小组的，我们进到社区的，主啊，我们每一个，主啊，诗歌，主啊，都是为你，每一个戏剧，主啊，每一个，主啊，信息，每一个分享，每一个邀请，主啊，都是为你，主啊，就是要将你介绍。主啊，是的，因着你的爱，主啊，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。愿你使用你的教会，使用你的教会，兴起为你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把荣耀归给神，把荣耀归给主，把荣耀归给神。愿神得着当得的荣耀，愿他得着当得的荣耀。主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弟兄姊妹，请坐。我们要继续预备我们的心。今年到年底，我们回想。